只剩灼烧的影子，直到人们遗忘，是你也忙着我们的变迁，曾经如此辉煌。谁来代表发言？来，麦克风拿着，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吗？稍微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。最右边的应该是医护。医护啊？你是说那个？来，给他麦克风。所以你是那个死神那个吗？还是哪一个？我是沉默。沉默哦，是沉默。来，我们第二位。好，还要商量一下，才能够知道自己控制什么吗？来，好，应该有暧昧关系，有暧昧关系的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队长呢？队长，你扮演的是谁？是那个僵尸们的恨天书。恨天书是因为什么样的角色？是动漫，动漫的，是动漫角色。哦，来，让我们这一位美女。我是退出江湖的小龙女拉二虎。哦，退出江湖的小龙女是改拉二虎，欢迎来想出来，非常好，有机制。啊，这一位，我是从布袋戏里面出来的奈落之夜宵。想问一下，您是混血儿吗？是。哇，你是哪里？混哪里？中法。中法，哇，那个外国人的那个五官有没有？连外国人都来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那是本身是台湾人了。对的。的台湾人啦，吼，那什么时候喜欢 cosplay 的？自从看了布袋戏，好，我们今天真的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非常的用心，吼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这边有舞台哦，有楼梯，我们从这一边，我们等一下就从这边上舞台，然后呢，从这一边来下舞台哦，好，大家知道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下一组可以看到哈，是我们非常可爱，来，请先上台来准备哈，我们这一个呢，非常非常。